我看了一下啊，我主胸部那个痣啊，好像有一个一个往里边垂着长的那个黑色的东西啊，像垂着长的啊，要解决这个问题。我看到那个陨石啊，往下掉啊，陨石往下掉，陨石往下掉，陨石往下掉，那个陨石啊，从那次啊，浙江省呢掉到一个鱼塘里边，那是一样的一个棒棒棒棒样的陨石往下掉啊，往下掉啊。慢慢的饮食往下掉，那是另外一种饮食啊。然后看到那个飞碟，飞碟拍照，飞碟过来那个，往地球上扔一根，一扔一根啊，往下扔一根啊，扔一根以后就插到泥底了啊，那个就是改善那个戒指的啊，改善那个地球戒指的啊，改善地球戒指的这个是个，就像呜。有那个声音呢，就是往下掉的声音呢啊，实际上掉的声音也是有的啊，虽然我们眼睛看不见，但那也是有的，因为那物质是存在的嘛，记好了，声音也是有的啊，是发出的声音，呼啸声也是有的，只是我们那个眼睛看不见而已啊，眼睛看不见而已。那有时候，如果往下掉的时候啊，接近地面的时候，如果这个棒棒沾到灰尘的话，大气里面的灰尘粘在上面的话，就看到一根棒棒的样子了呀啊，就看到一根棒棒的样子下来了呀啊。这虽然它本身这个东西看不见，但是粘在它上面的灰尘又看得见了粘在上面的灰尘又看得见了，所以那个东西啊是一种，它是像陨石一样东西，但长条看上去长条的啊，从飞机上扔下来的啊，扔下来的，然后用它来改善地球戒指的啊，改善地球戒指的，实际上这个事情一直在做啊，一直在做啊，好，知道了啊，再见啊，再见。